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1 魔神任务第五章第四幕，命定江坟的红光作热气球清理魔物，席卷而来的暗潮，绝望高悬天之上，我们不会孤军奋战。来了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做这个任务啊，它会让你乘坐热气球，然后去各个地方打魔物，是这个第五章第四幕啊，命定江坟的红光，然后会让你来这边做热气球，去各个地方清理魔物。我们先去右上角这一个。哇、哦、动起来了，挺方便的嘛。这边做热气球的过程我就直接剪了，这一段是没办法行动的。然后到达地点之后呢，就把这边魔物来清一下。好，第一处解决掉了之后呢，我们去做第二处啊，这一处接取一下。然后做气球。啊，这边的话，这里的话可以换配置啊，还是个头，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来清怪就行了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这边打开地图最后一个位置啊，追踪一下。来这边把怪清一下。好，这边结束了，然后回去这个助手要地这里啊，传过去。我们不能随便到野外去了。好，来这边清怪，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吧。哎，好，这边的话先把这个机关打了。走，去。嗯。先把这个机关打了。对完话之后呢，来这边休息一下。要休息了吗？等一下还要赶去其他的地方。新的战报来了。来对话。好，来这边把怪清一下。好，需要啊。还是一样的，对着这个门打，就越来越对着门打，打都打不完。真卑鄙，真狡猾，靠数量可不算全部也算。好，我们继续啊。过来之后呢，从这边走上来，四龙互相打起来了。啊，然后来这边清怪了，起来不对劲。啊，谢谢约。这边，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来和左边驯使对话，先上报，据我所知，如果有时间，然后再去这里啊，传过来的。快，还有人在坚持战斗。好，来把这边怪清了。好，这边左上角点一下，定位到这个位置，传过来。全是魔物。好，来清怪，看没有人了。好，解决掉之后呢，再追踪一下上方，回声不绝。在，我们赶紧帮忙。好，来这边清怪啊，抓的，来了，不好做，涂墨粉。非常感谢你就现在残粉。是啊，虽然为师有漆黑之花啊，耶，是，怎么会这样？素心，也很疼，没有幸存者吧？只收下了一把。这里的话要去下一个地点了，金旁都差不多的。好，然后一直做这个东西啊，要做好久啊。
然后我们来这边清一下怪啊，中场 circle。好，这边的任务的话，你就直接通过左上角这个东西去锁定就行了。反正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样子的啊，后面的话流程其实就是根据任务指引走就行了啊，然后去到指定顶点打怪都是这样的。好，解决掉之后呢，来从这边走上去。清冠左无墨吧，好的，解决掉之后呢就往下落。不必心机。好的，解决完之后呢继续点任务指引，小地图左边，不必心机。好，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走。不必心机。回壳，来，绿金币了，快，这里，来。他只好，这边的话要前往竞技场中央啊，我们先看一下下地图右边。直走，然后从这边拐过来啊，出来之后呢来到竞技场中央。这边的话对完话之后进入下一阶段，我们不会孤军奋战啊，深渊魔物的数量很多，但我们现在人手充足。好，来绿青啊，用月星博的力量。好，把这几个好，然后我们下地图右边。好，接着直接从边跳上去。这边凯奇娜。大哥，好，这边的话我们来清一下怪啊，送活这么快想找人住啊呀，过来之后呢来清怪啊，获得血火。下好，好啊，经过了这段剧情之后呢，我们来找马啊，火神对话啊，火神对话。好，这边的话我就不聊了，我们从旁边这个楼梯上去，然后回房间休息。好的，然后自己从这边传出来吧，这个传送点啊，传出来。OK， 咱们继续啊。看到没？你现在求我的，别嘴硬了。哎，真是尽兴啊，好不容易在摔跤的时候赢了你一次。败者成为我应尽，这还不够，他只能带。好的，那这个任务就做完了啊。然后你的版本期间内把这个魔神任务做完，可以再领500原石啊。